灯光水，气氛好，微风吹来暗暝，水上乐龄学习中心和中和小区发展协会共同举办了开档草地派对，邀请民众做位来享用浪漫的餐桌秘密料理。哎，你安尼男士料理共同安尼参加两档啊？有两档，那有比较厉害？比较早较厉害，比较早较厉害哦。差别是对？差别哦，差别，会当一寡知识啦。地形，应用的地形，拢有应用地形实在、实在的论主啦。啊，个老师咧甲咱讲，咱就记下来去啦。水上乡长林湘婷表示，南势都帮推出第二档，所以南势唔但是了解搁较侪应用地形，即马快乐实在就知影安怎料理。即个利用在地农产人气，然后熬粉设计了美味的菜单，受到来参加的人的喜爱。今天是我们南势工棚餐桌计划的成果展哦，那我们哦。水上乡的熟男哦，真的很不简单哦。利用了在地的食材哦，你现场看到的有包括了我们醋点莲藕哦，然后还有包括这个五星长旺来带五包这些莲剂，还有这些莲子鸡汤哦，还有这个看到这个是醋点莲藕，然后另外还有这个用藕粉做的肠粉哦，还有这个沙拉里面都是应用了我们在地的食材哦。透过这样子的成果展哦，发现说我们哦。水上乡的熟男真的是哦，手艺越来越好，不止哈会料理，而且还会设计食谱，所做出来的料理哦，给大家带来两家哈，都饿了哈。所以咱希望讲哈，来到未来哈，我们的熟男哦，他们哦真的是可以哈进得了厨房，出得了厅堂哈，是我们哦整个家庭哈，不是只有女性是贤内助哈，我们的男性哦也是要可以是一个贴心的一个暖男。水上乡长林湘婷表示，地方志工才用心维护这个所在，即个结合水上乐龄学习中心，作为来举办都房的新歌展，和社区作为来参与这浪漫的夜光音乐响宴，把作为看到传统的改变。记者黄美佳关长报道。